笑，大仙不闹，么么哒。我的带狠，其实大招还是没有卡好。我觉得这一波如果他那个就是第四下打到我炸的时候，我用大招扛个70%的伤害，没准我能走。大招丢急了，应该等他一技能飙我，飙到第四下的时候我再操作起来就好了。能带线呢，我们现在这把我们带线是比较安全的，他们没三四个人来抓我死掉了。这露娜要跟我单挑的话其实还挺麻烦的。那经过上次的经验教训，第四下再丢地，结果我还是死了。我真的是吐了，伤害这么高的吗？哎，有没有搞错 ？A few minutes later， 好，这一波这个位置大招卡的他们挺难受的。这两个人倒了，我们又可以拖一波了。小贼们，我来了。那真的是上印记就是四下哇！大勇公会96536，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